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可以探索科技的应用。现在我们邀请一位小尖兵带着你的记录簿到前面来，在体验的过程中，如果看到浮空投影机台，请把你的记录簿直视插入机台的插槽内，开始探索科技如何被应用。好，来，那你拿着你平板上来哦，来，那个小心阶梯，你先上来这边。那之后只要有看到像这样子路标浮空投影装置，那就可以把这个平板，那就记得请把萤幕朝左边，然后 A 色的字样朝里面，那就这样子放进去。小朋友放啊，不好意思。放进去之后就会开始播一段动画，应该所有人的平板上面现在应该都会有动画，可以检查一下哦。怎么对人那么凶？这个是什么？你们是记者会啊？对，差不多哎，你现在是主角了。你要不要唱首歌啊？你要不要跳舞？你要不要啷个塞啊？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